另外来看到嘉义市的部分，嘉义市各届105年春节各项大典，今仔日伫城市塔一楼中历史举行，由市长涂新泰主持，学区内各机关、学校团体代表、军警以及历史遗属。百外人到场，以者以上尊敬的心情，缅怀甲追悼为国牺牲的烈士，以及因公殉职的环境，市长涂新泰致敬家属慰问金，抚慰遗属的辛劳。嘉义市各界105年春节各项典礼，伫咧唱国歌、上香、献花、献果，共读作文仪式了后，市长涂新泰参领着全体有志成员，向新的排位行三鞠躬礼，表达对着新的上届总个的敬意，气氛庄严。嘉义市中历史原本是红包挂单毛巾，高进在内18位为国捐躯的将士，含后人替蔡世雄、王家弟等等，三位因公殉职的捐献。1999年，李碧春上尉等等74位草领团顺南的官兵嘛，隆重入祠。所有历史不加为民牺牲奉献，英勇的士卒流芳百世，为族子女嘛真坚强自立，伫咧社会各领域贡献心力。其中草岭潭74位顺南的官兵，是民国40年驻地嘉义县的国军75军16师的工兵营，后面开挖草岭公路，以利草岭潭的开发。130名官兵协助征收草岭潭潭风的天然土地，但是因为连日好好造成的山洪暴灌，地势土坝溃堤，瞬间夺走74位官兵的性命。国防部又感到殉职的士卒应该爱入史中历史。在民国99年10月20日，隆重入史嘉义市中历史，以提供后代世人追思上德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三江以前彩虹报道。